再也不缺专研材料了。作为一个零氪玩家，小爬现在最缺的就是一级、二级、三级的专研材料。每天我要打两个三级本，一个二级本。有没有像小爬一样，24装还在打低级本的？我现在只有400个螺母、390个干电池、34个齿轮，根本就不够用。不过这次更新后，居然可以直接买了。限时礼包，100小太阳买20个，可以买10次，200个。3万金条买10个，这俩都是永久限购的。还有每日限购的7500金条，买5个可以买14天，就是70个。这样每次更新我们都能买280个专业材料，看来以后再也不会缺了。同时我们还能花5万金条买10个血清，花600小太阳买30个血清。这次买专业材料的更新实属好评。